啊，这个结就是绑瓶子用的，我们把这个这样对折，然后对折过来，所以剩的两个耳朵，这个在上面，好，然后这个压过来，中间也有一个洞，然后再转一次，哦，中间这个洞，然后我们这个食指跟拇指插到这个洞里面，好，那这里嘞？这里注意这个点，就这个点，再把这两条绳子打开。我们等下这个手就要从这个洞里面去抓这一个点，抓住。好，抓住这个点之后呢，有三件事情要注意。中间这个洞是待会要绑瓶子的这个洞，那你要做的是把上面这一个往下拉，往这边拉。上面这个往下面转，转到这边来。好，注意中间这个洞哦，中间这个洞还是要注意哦。转好之后，左边这个刚刚抓住的往左边拉，它自己绳子就会转成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弄松一点，然后放进我们要，比如说这个瓶子。然后一拉紧，一用力一拉紧，然后这个就是可以绑瓶子的，好。